我们这个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奇异功能啊，大家也就是很让人惊心动魄许多事情啊。嗯，那么它是起一定的好处啊，就是可以破除这些啊这个机械唯物论啊。我再给我对人给他起个名字，我叫他是唯常识论啊。他是什么呢？他只能相信这个常识里头有的事情，你这个事情跟常识不合啊，他就不能信了啊。所以这违反常识啊。其实他不知道我们这个常识很幼稚啊，这个人的这个知识一天一天在发展呢、啊。完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太空旅行啊，这离开了这个地心吸力场，这外大宇宙的很多事情，这以前人不知道的，不是在咱们常识范围之内的啊。把这个电子啊，这个原子啊，质子啊，这现在有比电子小多少万倍的东西，那不是最小啊。这个质子啊，这个中子啊，都可以打开打的，这个小到是一个什么情况，现在也是无止境的，这都是在以前都不在常识之内嘛。所以有的人就唯常识论。所以这个奇异功能呢，就把这些破一破呢，这确实是起了它的功效啊。就是但是呢，对于这个呢，我们这个要有所啊，要有所这个警惕呀 啊。这个头一个就好像为什么现在这个奇异功能出现这么多呢？怎么以前没有呢？以前的都是禁止的啊，因为他们这个奇异功能一来，徒弟一多，就要搞政治了啊，就要领兵啊。你看这个啊，这个历史上的事情很多呀 啊，都是这个黄金，他有他是道法嘛啊，他是跟这个啊，各处那白莲教啊，他们都信兵啊。都是要借着这个宗教的东西，八卦教，清朝的时候八卦教，也是打仗啊。所以历朝历代啊，就把这种你有这些奇异功能的人称为是妖人，法是妖法，都要抓住，要打，要充军，限制禁止啊，不是没有，这些法都有啊，有的是变戏法的，或者像这个搬运法。很多变戏法的变就他们会这个名字呢，就叫做五鬼搬运法，五鬼搬运法。而恰恰不错，现在有一个啊，这个搬运上都最突出的，受到国家优待的这么一位，他的后台确实是鬼，所以叫我五鬼搬运的名字一点没有叫错。所以他这个事情啊，就是现在嘛，现在是这个，我们就是把一切问题啊，只要有啊，都把它发掘出来，这是一个好现象嘛，这就多起来了啊。那么大家底下就问了，怎么这个外道啊，这出现的这些奇异功能啊，他们道教有说我们道教怎么样了，你们这个佛教徒，你写点什么给我看看？有的人就被僵住了，他是不是？其实这个问题啊。很有内容啊。佛法就是跟这一切不同啊，我们要知道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 啊，这是一件大事因缘嘛。所以一切佛事出现一事是大事因缘故嘛。所以佛的出世是大事因缘，我们这个学佛也是应当来学这个大事因缘，也是一个大事因缘嘛。那什么是这个大事因缘呢？就是开佛之见，示佛之见呢，佛就把佛的之见啊开示给我们。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呢。所以诸佛出行于世，就唯一为这一个大事因缘的缘故。我们学佛也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大事因缘的缘故。佛既然把这个佛的之见开给我们，示给我们，我们就应当经过不断的修持而能悟入佛的之见呢。所以这些奇异功能，神不要说奇异功能了，奇异功能就是这神，那就不能打。有人说这是神通，这哪叫神通呢？那神通到什么程度啊？就出果的神通，那这四天下他都是可以都知道，那就是四天下是多少，咱们整不但是整个地球，那么有四个地球包括这个宇宙，
看来至少是个太阳系，啊，甚至于不止太阳系，甚至于是个银河。啊，就出国的人就在这样一个宇宙范围之内，没有地方他看不到的。现在这奇异功能跟这一比就忽略不计了，它算什么呀，是吧？而这些通佛教叫什么？叫做圣末辨识啊，这跟我们这个大事因缘没有关系啊。你知道这个天宫上那跳什么舞呢？这与你这个悟佛之见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很多人就贪看这些跳舞去了。那就大错特错嘛。世界东西你这流连还流连不了，把天宫的你也寻爱去了。所以这些有时候很愚痴嘛。这是圣末辨识啊。我们就是大事因缘心地法门啊。宗门不许谈境界。宗门啊，不但不许谈这些个奇异功能神通之类的，就是你修持正当的境界不许谈。不许谈境界，我这到了什么境界？宗门不许谈境界，教下只准论功夫，也不是讲境界，彼此相见只能谈功夫怎么样？你这个做几小时啊？你这个念的时候心乱不乱啊？你这个烦恼来了之后啊，你如何克服？功夫教下只准论功夫，不是谈啊谈这些，所以因此这个出发点就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一点呢，这个所有的我们修持的功德，我们是回向法界，就是法界一切众生都得觉悟，我们愿意我们自己破无明开智慧，这入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所以我们的功德就在这一方面就起了作用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的罪业是无量无边的啊，那么都要靠我们的修持去把它洗干净，去铲除消除掉啊，所以他就不是给你出现点这样的能那样的那样的怪，那样的企业就是怪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个，佛教不许拿这个来宣传的。啊，我这个讲两个这个是实际的例子，啊，这很有趣味啊，就是这个南煤啊，我没光系啊，是吧？现在大家在这个南方都用他的著作教本啊讲法相。啊，这个他的儿子亲自跟我说的，因为他是搞公路的，修公路啊，沿着公路啊就修到了西康西藏，他就认识一位小活佛，这个小活佛嘛是这个转世在武汉，但是大家把他找到了，就把他连他的他父母都接到了这个康藏了。看到了吗？后来，所以我这个表弟去了之后嘛，看见来的是汉地人呢、啊，他都很欢迎啊，把他的上海来的饼干拿来请客，哈哈啊，他们都很熟。就这个小活佛就有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他后来跟他父母说：“你们赶紧回去吧，这还要乱呢。”他父母先后来又说嘛，他们父母还是挺尊重他的话，就离开这儿回到武汉。就到武汉了，后来庙里就说是怎么着，他的父母忽然要回家了。后来一查一追就查出来，这是小佛爷说了。那么这是庙里管是管纪律的，管戒律的，叫铁棒喇嘛。那活佛一样打啊，所以很严格啊，过这个教育，把这活佛打了一顿，就是不许泄露啊，你知礼仪，你知是一知，不许泄露，打了一回。打了一回还没改过来，一天小活佛在庙我在这个庙门口玩，他小孩嘛，一个骑马从这庙门口走过，一看就活佛在门口了，赶紧滚鞍下马啊，向活佛礼拜。他说：“你还在外头玩啊？你还不赶紧回去？啊，你们的敌人已经都要带队伍来打你们了，啊，这对我这是多大的危险，赶紧走！”这是跳上马，赶紧赶回去，赶回去，赶紧就集合大众，就把这一切武器都好，各个岗上都派上人准备，刚刚准备好，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嘛，他这有备无患嘛，没吃亏嘛，那么就很感激活佛嘛，很感激活佛嘛，那么就带了很多礼物嘛，过了几天嘛，带了礼物嘛，就给活佛上了送礼，磕头道谢，那庙了吧都收下了，这个客人都走了啊，那当然这是小活佛说的了，铁棒喇嘛又来了，又打一顿。其实做的都是好事，那好事也不许。他为什么？
这是有个极深的道理。因为这种神通妖魔鬼怪也都有啊。那么所以有的人就说我必须要修出神通，我就靠了神通来弘佛教，根本就错了。这个思想本身呢，他就不是想弘法，他就想拜法。很多人有这个思想，他说我必须要有了神通我才能弘法，这极端的错误，这是不许的，只有在临终的时候才能显现。我这老师告诉我一点，不出十天就往生了。夏老师给我泄露，谈他的长极光，那没有到十天就往生了。不是这个随随便便去这个把这个对人去宣说的，更不能拿这个去来吸引人啊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这些这个你们知道魔的神通有多大呀、啊？是吧？魔跟天地打仗的时候，天地是打不仗，地师啊，玉皇大帝啊，外头叫玉皇大帝，咱们叫地师啊。地师打不过，他供的有咱们法器，加门多的法器，他就要修法，修法魔君就败了。魔君败了之后，他领着84000魔军，能够藏身在一根藕丝里头。藕丝多细呀、啊？一根藕丝，藕的丝啊。他84000魔军就在一根藕丝里都藏下了。这是魔的通啊，啊！你要是靠这个呢，那魔太爷就可以说我就是佛，我有种种神通，把给你看。而我们就正是不是，我们是要慈悲。这个魔他就是不慈悲啊，他就真恨的，要觉悟啊，要智大智慧啊，要明心见性。魔如果能明心见性，他就不是魔了啊！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在咱们禅宗28祖里头，中间有一个祖师就是魔。而他在祖师前开悟了，他成为接法的一代祖师啊。所以咱们这个佛的知见，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法门啊，你就是魔的时候，他得了这个法之后，他就马上就成为我们的祖师，他就变了啊。所以这个就不是魔了。所以这个力量就是无限大啊，这是无限大。所以不是拿这个，你要这都要说神通啊，那地师还打不过魔了吗？还要靠佛的法宝了啊！那个力量，天的力量啊，还战不过修罗魔阿修罗王吗？那么至于说的通呢，它就有各种的通啊。头一个是这个妖通啊，这是不正确的通啊。他由于他的邪定啊，他修的是邪定啊，啊，他就得的邪通啊啊。我们总之可以是妖通，我们可以就是修罗吧。啊，这个修罗吧有这个畜修罗啊，鬼修罗，人修罗，天修罗，所以有的就把这个修罗这一去不存在打散了，分在其他里头，就称为五趣。无量寿称为五趣，就是把修罗拆开了，修罗可以拆开啊，天修罗最高了，最低是畜修罗。所以这一些个，所以这个，所以这个，这一些个，这所谓仙之流啊，实际上也就是畜修罗啊。啊，有些鬼呀、啊、鬼神也是鬼修罗呀、啊，所以就属于这个修罗道啊，啊，所以他们是很有通啊，是可以很有本，很有什么啊，就外道都有这种经验嘛。练道功很怕你开鬼脉、开鬼眼，这个是坏事啊，啊，你就可以见鬼啊，可以到鬼都随随便去啊，有鬼的通啊，啊，你可要到哪就到哪，种种的，啊，这就是说是这个是一种可怕的。啊，不好的现象，所以这是一种，这是坏的。另外一种呢是术通，靠一个法术，啊，他这个画个符啊或者什么，凭这个而能解决问题。那么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，本人可以并没有什么觉悟，但是他有一个术，那称为术通，这不究竟啊，所以这个让这个竹游科。速通，我这个舅公啊，他在广东做官呢、啊，他这个长疮正好上级啊、这个省里头这个上级啊，比方他是一个区长吧，啊，这个是专区吧，一个专区的这个行政长官吧，啊，这个省长要来这个巡查，那么他是在长疮啊，他就不能接待，但是两个人之间有点误会。那么就以为你不有意见呢，可是要去接待嘛，这个又确实是腿上长了疮嘛，
就找个猪油科嘛。找个猪油科说好，我能给你解决问题，让你把你说你要这几个几多久可以把这个事情办完？说连接风带什么什么，总共的得两个月，把他送走，全完事儿。那好，两个月你都可以去办。他说他就给他用树，用他的猪油科的树。这湖南很流行啊，猪油科用他的树就把他这个疮啊一下子搬到树上了，树就烂一块，血肉淋漓的烂了一块，人就好人了，人就好人了，他就果然就把这个事儿都办了，都是很好。回来之后就跟他商量，说能不能不搬回来？不行，非搬回来不可。搬回来之后，再在你腿上再治，这就是树痛啊，他靠一个法术能够这么给你啊，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。但是这个还是得必须得搬回来嘛，啊，就把这个时间给你错一错。所以说很多问题就是错一错。在北京有一个最有名的，现在就是红的发紫的一个气功师，啊，红的发紫了，哈哈哈哈啊，有个人从远道来请他看病，确实是病好了，刚一到家就死了。所以这些事情大家不这个，所以听到那个猪油科，听说这件事情，这个事情都是很勉强的，啊，你好病是好了，寿命是完了，到家就死了，啊，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呢，我们要有，所以神通呢，那就是阿罗汉呢，从出国起都有通了，在禅定之中也可以发现一部分通了。这个二果胜于出果，是这个一个阿罗汉就可以了解三千大千以内的事情，那这个宇宙大的不得了了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但是他不能了解三千大千世界以外啊，所以阿罗汉不闻他方佛名啊，另外一个佛土，另外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什么，他就不知道了，他就很有穷尽，那地上的菩萨就更高了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到十地，所以这就属于神通。现在这些奇异功能就不能称为神通，那就是那个太渺小了。但这些神通呢都称为是圣末边士啊，我们真正的呢就是慈悲和智慧悲智双运，这个是我们的根本。所以在这个神通之上就是道通啊。我们这个无住圣心呢就是道通啊。心中无所住啊，而此心呐 明明朗朗啊，一念不生啊，无量恒沙妙用啊，这所谓道通，这个高啊。那么再问佛神通呢？当然，这个那就要比这一起刚才说过的什么阿罗汉神通，这个菩萨的神通要高得多。不仅仅是如此，佛独特的称为佛神通的啊，佛所最能具有的。就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啊，能让你啊直指你啊，让你自个儿能见自个儿本性，能够成佛呀啊。所以佛的大事因缘，也就是开示佛的知见，让众生悟入佛的知见。所以佛的神通也就是这，佛的神通就是如此啊。所以因此呢。所以在这些地方呢啊，我们对于这些奇异功能啊，对于这一些啊，大家就说这个听的和过去没有听过这么多，现在忽然听的很多啊，这有一些个那有些惊讶，这也很自然。但是如果把它道破了，哎，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啊？这个道教呢，当年在孙权那个时候，佛教刚刚来嘛。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在这个孙权那边翻译的一部嘛，就无意嘛。孙权当时来不来的时候也开过御前会议的，哈哈，这个到底我们这个很好吗？我们这个要不要佛教来啊？于帆呢，大家那个三国演义都看有于帆这个人呢，这个在三国演义上也很相当的一个中等角色。于帆他的话打动了孙权。说我们这个道教啊，这个就中现在我们的教是以天的，我们的圣人都是以天为师啊，天当老师，向法于天的，学天的啊，天是以佛为师啊。你看佛说法，诸天都来听法嘛，是吧？啊，咱们的古圣啊、先贤呢、啊，是以天为师啊，拿天做老师，学这个法乎天呐、啊，
啊，这天呢是以佛为师，所以我们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佛教啊，它是这个天中之天，圣中之圣啊，彻底最讲究是彻底，因为道教它你这其余的这个宗教，它最高是升到无色界天，总之是没有出六道，都是要在轮回啊，能够出轮回的，这是我们这个基本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这个一方面我们要保划清啊这个三皈依的界限呢、啊，一方面我们要对佛教要提出很清净、很尊崇的一种敬仰的心呢、啊，它这是我们能够信佛啊，是人生最殊胜、最幸福的事情。至于就说到一个再一个感想呢，就是这个学密啊，现在确实啊，大家很多人呐、啊、都在那感慨啊，就是种种的啊，这个都挂起牌子来啊，自己成上师啊，传法呀、啊，这样子啊，刚才我不就说嘛，这个刚刚皈依，他就说是他是上师了。这是他和这样的事情之后，是大家是熟视无睹啊，不，这个事情是都明白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家还是很多人敬仰啊，很多人去学呀、啊，是如此如此啊。并且他这个里头呢，他都是夹带了一些啊，是现在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啊，都在这个乱传乱修这个双身法。这是一种啊，这个就是说咱们这儿有啊，南方有，北方有，西方也有，就是陕西什么一带，四川啊，他这个香港有，这个东南亚有，这个台湾有，美国有，这种毛病就是、都是有这个毛病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说是和大家好人呐、啊，不少人呐、啊、是想学密宗啊。这个是本来是好事嘛，但是要知道这个学密啊，就是因为有这许多这种情况，就好像现在市场上这个冒牌的货太多了，大家知道这个茅台酒吧，一个空瓶子卖28块，所以说一个空玻璃瓶子卖28块，他都是装着别的，他冒充茅台卖，那你这吃了点假酒还不要紧，那万一它里头有的人给兑了，还有说有人兑了点什么毒药在里头，兑点砒霜什么啊，那你就是服毒啊，所以这个事儿确实很危险。那么这个真要学密呢，那你首先你要有一个正见呢、你这个完全是一种弘法利生的心呢、一种正的见呢，这个很正派呀、这是第一个条要求啊。第二个，你要是知道如何去选择老师啊，所以说很难。第一个，你自个儿要有一个很正的一个知见，就是这一切不正的事情是不肯做的，这个很正派的人。第二个，你要有测师的眼光啊，说外国在这个西藏是你这个要看师傅3年呐、大家都去依靠的师傅，你还要看3年呢，师傅要看你3年呢。那个看不是像咱们这个磕一个头一个月不见面，那是天天在一块儿，但是你自己是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头啊，是那么看的啊。再有嘛，就是自己真正的这个具足，你学佛要具足，又不但是学佛，而且要学密，你这样的根气啊，有很多人想学密的人呢、这个地方也可以啊，我这提出一点，有许多人有这种的这个愿望的啊，这样的出发点的，这样的感情的，这都是不相宜的。这样去学密啊，你要不改就这么去学，学来学去是可以说没有好处的。第一个就是好奇啊，这个都看惯了啊，这都不足为奇。到雍和宫一看，这些像啊，这个很奇呀 威猛像啊，什么什么双身像啊。这个好奇心出发啊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再一个求快，说密宗成就快啊，一种急躁情绪，说我想学密之后我很快成就，是为了自个儿要很快成就，那就是还是个人打算，而且有急躁情绪啊，这都是癌细胞。再有呢，就想找窍门啊，这种修持都很艰苦啊，都很什么、我这个有个这么个窍门，我一下子成佛了，这跻身成佛了，多好啊！就想不费力的啊，得一个窍门，
得了窍门嘛，自个儿就摇身一变就成佛了。这就是本身是邪见呐、啊。第四这就是密法里可以容易得神通啊，想得神通啊，这都是不正确的啊。这个最坏的呢，就是对修双身有兴趣，就是想怎么惦记着，要学，要学习，有机会修。而现在就迎合这种情况啊，很多人就来做表演，就来收徒弟，那各处都有。那么这样，你要有这样的思想，碰见这样的师傅，正好是一拍即合。那这一拍即合是不要紧了，那你的这个前途就不要问了。就是金刚地，这个金刚地就是专是给这种人预备的啊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极严重的后果啊，极严重的后果。所以这个密嘛，当然是好的啊，但是就是说啊，我们将来要学呢，我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，怎么去分辨这个师傅啊？凡是炫耀神通、提倡双修的。到这八个字的你就千万不要去接近，选这个师傅怎么有神通，他又提倡双修，要是这样的师傅，这样的不管他是什么牌号，什么活佛，什么法王，你就说你好，只管你好，我根气不够，呵呵，我不敢进去，这个是最保险的啊，凡是符合这八个字的。所以这个正派的，刚才我再举个例啊，那续我的先师续上续下云呐、啊，有一个这个知识分子啊，出家了，就叫他参禅呐、啊，打坐参禅呐、啊。几个月之后啊，他就从座位上悬空了，离开座位。离开座位，那么大家就告诉报告师傅啊，这种现象必须师傅得知道。你们他虚老怎么说，就说他不适合于修这个法，赶紧换法门。说这个就是我们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。国外人对于虚老是敬仰极了啊，敬仰极了啊啊，因为他一直是大家是尊重的，中间没有曲折，那敬仰极了，这是他的态度。我们一般就说这个人一坐就能飞空了，就离开地这里啊，修下去哪还得了啊，这才真是法器，所以说这不适合修这个法，换，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眼光，你才能学法啊。这密法之殊胜，它是在于什么呢？在于菩提心大，发大菩提心。所以密宗说德果大，它由于什么？由于你菩提心大。说这是一个因果问题，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你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所以你这个种菩提得菩提，所以你要想得个大果，即生成就，而且快，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菩提心，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就大方广的那个大，华严那个大方广啊，大方广的解释是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你不是个大个的，还有大个的，还有大个的，那么大的没边儿。那你就还是着相着这个大上去，这个大字的含义，它一方面它大的无外外头没有边了，一个小的里头没有再有心了，呵呵，小没有内了，这个叫做大，绝对的超过你思量的境界。实际上这个密宗所要发的菩提心呢、啊、这个圣意体菩提心呢、啊、就是有这个大字，不是那个个儿大的那个大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或八十四愿啊，那我多加上多少条，那不是比阿弥陀佛的愿还大，不是这意思。那个意思，那你恰恰是胡闹。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他一个第十八愿就涉及了一切，你没法再抄了。第二个叫持戒啊，那都不讲持戒啊，叫修密啊，他要认真的持戒啊。持戒中最难的一条就是尊重上师啊。对于上师要绝对的相信呢、啊、绝对的听从啊。那就是不能够，他不但是要听话，他在思想上要完全放弃自个儿的这些思想啊，把自己完全要使自个儿的师，就是说把一个改造的过程。
以上师的思想把自个儿的思想全都破了，你这个才能够真正是听话。所以这个以这个上师的身口意为自己的身口意，头一个你要知道上师是什么意啊，啊，能够知道上师是什么意的人，这个人就很有水平了啊。这关键要以把上师的心口意作为自己的心口意啊，啊，所以密宗的成就快，所以就直接啊，他就从果上修了，就从上师的这个地位上啊，从这儿作为自个儿的出发点了。嗯，这持戒第一条是尊师的，尊师你得先要知道上师的意义，以上师的身口意作为自己的身口意，而不是一个个人我老怎么怎么样，现在就成个买卖关系。师傅来了，我给他磕头，我给他献供养，你就得穿帽给罚。我再献你一次供养，你再得穿个什么罚，我还点名，我要什么罚。就好像我老爷交了钱，你得交货。这样的对于师徒关系，你学比你能成功啊？那这等流年，等驴年的，啊，那等驴年，你们对于上师一。